之事，哪有孙权？西有刘备，居都有精兵强将，国霸一方，怎说是天下成平也？哼，尔等鼠辈，有顽里终有顽，怎知老夫的威严终去？有恩堂，恩堂，丞相开恩饶恕。
棍打实了啊，全凭长罢了。长坂威风谁不晓，桃源弟兄没命标。姓赵名飞，此也得。姓赵名云，字子龙。适才探马报道，那西川张松要去往许昌劫好那曹操，不想那张松言日休于那曹子，被曹操乱棍打翅。他要回西川，必从荆州而过，此事不免报与大国知道便了。请
本军养马在荆州，救韩氏。韩氏不知何日灭曹瞒，不刘备坐守荆州，一心匡扶韩氏。闻得西川张松去许昌，王室曹操也曾命尔弟等前去打探，未见回报，朕那是但愿苍天随人愿，灭却孙曹定中原。安县大哥，三位先帝免礼。啊！啊，二弟大哥，打探张松之事怎么样了？今有张松被曹贼乱棍打去，他要回西川，必从荆州而过，何不将他接来问明西川之事？想打张松本欲向西川图献玉曹操，不料他迟延傲慢，冲撞了曹操，将他乱棍打吃。主公何不趁此机会将他接进城来，好生款待，向他索取西川地理图，必能成功。大哥，想拿张松身躯矮小，此番打此经过，带咱老张前去，只要一根麻绳儿将他捆来，或愁西川图不得已。大将军休得鲁莽。啊，主公，此非用武之事，善人自有安排。全仗先生。此将军听得令，在命你带领20名兵丁去至20里铺，准备官衣扫清街道，等候张松到来，不得有无得理。二将军听得令，在命你带领20名军士退伍严阵，在10里长亭迎接张松日程，不得有误。得令。善人。
臣随同知公在城外等候，张松到来酒宴款待，哪怕西川图不得好，外相待马。只为寒士尽乾坤，奉了君之命迎接张先生。安赵我云，奉了君师之命取至二十里铺清扫街道，准备管理，等候张松到来，就此前往。奉了我侄之命迎接先生到管理暂歇，稍时一同进了城。哦呀，原来是子龙将军久仰啊，久仰。李干，向张松乃西川一魄力，
怎敢劳动将军前来迎接，请将军先行，送水后就我到。将军为民送酒羊，长坂坡前一滴美名扬。先生，我与先生把无朕到此，特奉大国之命迎接先生进城。待张松下马见礼。久闻将军大名，日累冠耳，今日相逢，乃宋之幸也。先生夸奖了，手拉着将军把花枪，暗地抽取关羽。在胸。
三神星。先生远道而来，风尘跋涉，被未曾怨言，望其恕罪。惶恐啊惶恐，想张松乃西川一门里，怎敢劳动皇叔亲自迎接，当面请罪。岂敢，言体看言来，待我亲自与先生把战。这就不敢，拜下就是。留言拜下。臣听，皇叔听，啊，皇叔，此位是，这就是知国先生。哦，怎么，这就是知国先生吗？真是善人。久闻先生隐居隆中，根宫南阳，皇叔三顾茅庐才得下山，为皇叔光复汉室，立下盖世奇功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大夫可讲了。嗯，嘿，啊，皇叔，此位是，这就是庞通先生，见过大夫。啊，先生。哦，这就是凤池先生。正是善人。想当年，赤壁鏖兵火烧战船，几线连环，真奇才也。先生夸奖了。先臣请，皇叔请。啊，皇叔，人言卧龙凤翅，乃当今第一贤士，若得其一，即可成功立业。今皇叔凭得二位贤才，光复汉室，大功必成也。先臣夸奖了。孔明先生好妙算，不知多谋庞士求援，定能光复汉江山。先臣多谢先生来夸赞。先臣请，皇叔请。相聚真乃无缘也，北当宋先生十里长亭一别。
存心。皇叔如此深得乃宋之信也。请先生暂居官矣，明日宋先生十里长亭，先生请。多谢了。儿将
来看破酒一樽，两与先生拜见那亲。从头就立功金，要长的银，咱老张这一尊。先生请，先生请。
朕支持也无忧，朕真惭愧呀，惭愧呀。他连连不胜我的心和人，虽暂居荆州，与北宋武退朝，我刘备无有安身之处了。他言道天下难存身，低下头来暗思忖呐。之先而无水旱之灾，进可以战，退可以守，皇叔岂有疑乎？那西川刘季玉乃是故同宗弟兄，本若攻取，岂不被天下人笑骂？皇叔此言差矣。相者天下乃人人之天下，并非一人之天下。我之刘璋懦弱无能，皇叔若今日不去，倘若被人捷足先登，那是相去西川，只怕是悔之晚矣。话虽如此，怎奈蜀道艰难，山路险峻，被孙玉取之，并无良策。张松感念皇叔的圣德，来来来，这是西川地理图，俺张松
将这西川双手奉与皇叔，皇叔占卜观看，便知分晓也。看分明，上画着西川四时，一州君哪一州，哪一郡，哪一山，哪一崖，山山水水，一尺一尺，举都画得真。皇叔安抚，把兵进托守儿的，他的锦绣都成。三人里应外合攻必成，张松不为求风筝，但念你留皇。千山孤身而行。
杏花春丽，只走到黄山空寂，看暮雪敲醒我思谁人知。这所思之在山之外，月落星影，星星只知回望来时路，却只见自己，而东方未明，听故感谢您收看。